大家好，我是最近今天带来一期全红酒吧台联机版的比赛解说。这场比赛是张雨绮大战灯神，现在张雨绮用雅典娜首发对抗灯神的 King， 双方是主力之战啊。张灯结彩组合再次聚集了啊，确实很久没有看到张灯结彩组合了啊。现在落地机勾住灯神的 King， 一如既往的猛，板提两手底 EX 模式还是那么灵活。现在张雨绮起身之后，雅典娜能不能给他来一个反摔的凤凰剑啊？哎，起身反身凤凰剑，雅典娜要开始杀了。CD 取消凤凰剑做一个衔接 ，CD 再取消，继续凤凰剑做衔接，这是非常高伤的一个连法啊！超杀凤凰之间接乱舞，乱舞升到空中，给他一个闪光水晶波，应该可以干掉灯神的 King 了，极限50多连。张雨绮也是杀疯了，玩爽了，晕。晕掉的时候剩一滴血肯定是不行了，躲过援助干掉。现在灯神下一个角色出马，第二个回合灯神下一个尤莉出马。好，尤莉集气雷皇拳，雅典娜轻拳来个波，接着就是暴击，暴击之后哦，雷皇拳撂倒了，暴力掌击把他吸住，飞翔拳 CD 升龙旋风腿飞翔拳落地逃下的没有逃。好，尤莉还是很自信的给了一个雷皇拳啊，爆霸王神后拳大升龙干掉，直接 KO。 下面来看第三个回合，张雨绮他的爆之火舞，爆之火舞，哎，雷皇拳躲过火尾烧，反身为一个飞顶，哦，一脚撂倒，轻腿两点旋风腿，尤莉开始了升龙顶个波，波接 CD 雷皇拳撂倒，轻腿点杀暴力掌击把他吸住，可以飞翔拳 CD 升龙旋风腿飞翔拳，没有接燕翼，又搞了一下升龙旋风腿飞翔拳，直接飞燕凤凰脚晕了，晕掉以后踢上一脚。灯神的连法、都是多重套路，因为 EX 模式嘛，集满一管器不是太容易。好，莉安娜手到半夜斩砍瓜切菜，角落压住起身折一下，手到半夜斩升空，手刀取消，手刀再取消，手刀取消半月斩，两段手刀旋转的火花，哇！今天双方是怎么了？都使用这种非常变态的连技啊，很高的伤害。C 头接大 V 炸，张雨绮一旦和灯神碰面啊，就各分外眼红。现在看灯神最后一个角色，第五个回合，灯神的板青凉出手。哎，板青凉轻脚点杀，砍刀手飞翔脚砍刀手，轻脚点杀落地头。角落轻脚再点再投，我们轻脚再点继续投吗？好，躲过了前冲过去，胡利亚飞翔脚，莉安娜手刀半斩升空扔，手刀取消来个飞轮，好逆向手刀取消回手掏跳跳的压制，哎，升龙接住，升龙接住了呀，灯神还是拿到了第一分啊。我们继续进入到下一局，即便张雨绮使用了非常强大的连击啊，但是还是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来看下一局，雅典娜不知火舞加一个莉安娜，常规斩人。现在雅典娜首发对抗灯神的 King， 看这一局情况如何。雅典娜后跳出波，哎 ，King 用镰刀腿收割，跳特地把他搂下来，落地就勾住了，又开始连击了，镰刀腿建议玫瑰旋风踢，哦，跳特地搂下来，落地机再勾，可以啊 ，King。手感是非常的好啊，灯神今天节奏也是很棒，一波大刀打过去啊，现在张雨绮晕了，晕掉以后 King 继续发动连击，一个 CD 干掉，没想到被打晕了，这不是张雨绮的性格呀，不是张雨绮的风格。第二个回合张雨绮的不知火舞现身，哎，不知火舞落地给他一个飞啊，下盘滑铲扔过去，飞顶空投啊，下盘再投一颗气下飞确认落地顶，King的建议玫瑰旋风踢还是怼过来了，现在不知火舞后面做好一个防守，哎 ，CD 压头 ，King 侵略性很强啊这个玩法，但是不知火舞给他的一个空投，空投到了落地扔，机会扔可以啊，灯神现在红血状态，不知火舞战 C 确认落地飞，灯神结束了，接着看灯神下一个角色，第三个回合。灯神的尤莉出马，现在尤莉集气，不知后暴气发波，哎，压住起身，逆向过点轻腿飞翔拳，看不知后面做一个防守啊，尤莉不断踢，哎，不知后压制，打压制，尤莉前冲过去压住了，雷狂拳撂倒，
青椒点上落地霸王小手拳推跳 CD 升龙取消波波接 CD 咦没有接威廉这样接霸王小手拳更稳妥一点张雨绮最后一个莉安娜又要出现了张雨绮有点上头啊被灯神搞的现在看张雨绮的莉安娜灯神的游离响机器哎呀收到半点升空游离飞翔拳走一把演绎飞翔拳再走一把莉安娜则手到半展升空但是现在不是抱歉逆向过顶逆向过顶之后居然没有接着连下去啊，很可惜踢上一脚琉璃使用了钢 CD 雷皇拳演绎接个波跳 CD 雷皇拳撂倒了青椒点上霸王响哦灯神又拿到了第二分张雨绮确实有点上头他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了好的张雨绮接上一臂现在张雨绮雅典娜不知后加一个莉安娜啊，继续走起张雨绮用雅典娜首发还是雅典娜首发雅典娜能打出气势来就打出气势打不出气势来那就后面很难搞这一局灯神的 King 啊，后撤拉后跳入凤凰剑反身位跳 CD 凤凰之剑反攻跳 CD CD 凤凰之剑再攻可以落地起手超杀凤凰之剑炸炸炸接乱舞上了好的升到空中电一电闪光水晶波灯神残血好、哦、闪身来一脚晕晕掉以后吸吸住吸住以后波二波接 CD 凤凰之剑雅典娜终于浪起来了现在看灯神第二个游历张雨绮浪起来可有点控制不住啊好的雅典娜先给个波游历试图集气啊现在已经快满了哎，你发波我反波好犀利的玩法满气了就在这来回的循环中挤满了一管气挤满一管气灯神啊、哦！轻腿两点凤凰之剑勾升龙取消跳侧地衔接接乱舞这个连法更稳妥哦哦不是吧接乱舞好像不是太稳妥啊游历抓到机会升龙顶个波跳 CD 结束这两位的衔接一个比一个浪第三个回合张雨绮下一个不知后现身游历先集气不知后中招了被燕翼一屁股撅了起来游历雷皇拳撂倒轻腿点杀飞翔拳 CD 升龙旋风腿飞翔拳落地顶一个超比上万没有顶而选择连环套路燕翼搞晕了晕掉大升龙起飞一滴血搞一脚结束其实不知后已经晕了晕了也不让你好好的晕第四个回合张雨绮她的莉安娜写身好莉安娜轻脚起手游历来上一脚能量耳环好演绎飞翔拳升龙取消旋风腿飞翔拳落地掏啊两点之后雷皇拳撂倒灯神还是中招了啊来个大飞轮能量耳环炸一下哦扔灯神可能要3-0干掉他了啊这样下去的话哇、哦、超必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张雨绮有点慌哇确实慌了今天确实手感很好啊3-0拿住了张雨绮